生活不是什么鬼，生活是这个，生活是这个1:64等比缩放的汽车模型啊，这是001的车模，这是我们平时送给车主的一些好礼。今天在直播间，我们预约了小风车就可以领啊，预约了小风车就可以领。之前没有领过直播间福利的，今天都可以领取，好吧？不是模特啊，我们这个模是模型的模。你想要汽车模特，你想的可是真美啊，你想的可是真美。谢谢各位的关注，欢迎大家，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。我们是极客南昌直播间，现在是在南昌的朝阳天虹门店啊，每次都想说万象城，我们是在朝阳天虹门店，但是我们直播呢不仅限于这个门店哈，我们是面向全国的所有朋友们，不管你在哪个地方，都可以来我的直播间预约试乘试驾。预约到的呢，是您就近门店的试乘试驾哈。我们直播面向全国，也是官方直播间。那我呢是极客南昌的主播，我叫瑶瑶，我叫瑶瑶，王字旁的瑶啊，王字旁的瑶。谢谢大家的关注，喜欢我们直播间的可以左上方小小的支持一下，好吧？有条件的砍一砍灯牌啊，给瑶瑶丢一丢你的小灯牌，所有。卡了灯牌的都可以申请进粉丝群，我们点开头像就可以申请进粉丝群了。什么时候换个美甲？什么时候粉丝到10万就换个美甲？好吧，什么时候粉丝到10万就换个美甲？我不太喜欢做美甲，朋友们，我不太喜欢做美甲，有个毛毛。我不太喜欢做美甲，因为。那个东西对身体不好，我喜欢自然的美，好吧？欢迎各位啊，谢谢星辰宝宝的灯牌，左上方我们一起去参与一下这个福袋啊！谢谢小鹏宝宝的灯牌，福袋现在是6个人参加，那这个中奖几率相当高，所有人一起来参与一下，好不好？拉低中奖几率啊！所有人一起来参与。这个不参与，你是永远没有中奖机会的。我们参与到福袋的，一定记得不要离开直播间。离开直播间，这个名额直接作废啊！你是肯定中不到的。里面是30颗小钻石，30颗小钻石，素甲也挺好的呀，是吧？我也觉得素甲挺好的呀。而且我就算做美甲，我也是这种非常淡的颜色，很淡的颜色，就像是本甲的颜色一样。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！我们是极客南昌，现在是在朝阳天虹门店。想要到店看车的朋友们，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小风车里面进行预约。找到瑶瑶的方式有几种哈，跟大家介绍一下。直播过程当中，通过我们小风车是比较方便的一个方法。小风车里面留下您的信息，点击提交就好了。今天所有提交小风车的，都可以获得直播间的一个好礼。这个就相当于薅官方的羊毛啊！你说我要找瑶瑶看车，但我就是不留小风车，那也行，这个礼品你就拿不到了，你就拿不到了。我是希望这个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都可以拿到这个礼品啊！小风车所有已经提交成功的，后台去私信我你的收件地址，给大家发送一样礼品，车模或者是水杯或者是背包，我们是随机一样发送的啊！之前应该有很多朋友们已经收到我们的礼品了。有收到车模的，有收到洗漱包的，有收到那个水杯的，是不是？应该都有，应该都有。很多人跟我反馈过。第二个方法呢，就是点开头像，某私某信我们的后台，后台再回复大家的也是我本人啊。我下播之后会去一一的回复。然后还有一个方式呢，可以关注一下榜二，摇了个摇，是我的个人账号。您去私信给我，我也是会回复给你的啊，我也是会回复的，好吧？你问一问关于这个任何的车型，星吻007。007交付是吧？007交付时间那个吗？还是什么？我昨天看到了啊，别涂指甲对胃不好，是吗？是吗？这个是会影响到胃吗？真的假的？我读书少，你别骗我啊！就做个指甲就能影响到胃了，怪不得我胃不好呢，可能就是这个原因。交付是吧？瑶瑶是老子。你别说这个，我还没遇到说，今天直播间啊，我暂时看到的都是比较友好的评论，但凡有一个那种人，我就得让他去我的主页看一下我的那个个性签名，真的，但凡出现一个，我就请他移步到我的主页看一下我的个性签名再回来，看他还会不会回来。目前我还是没有看到这个那种人啊，装那啥的那种人。交付那个问题，那确实是没有办法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确实是没有办法，只能说
美好的事物都是值得等待的，对不对？同意瑶瑶说的这句话吗？就像你期待我的直播一样，美好的事物都值得等待啊！这个耐心等一等也是没有关系的，不会有不好的评论，那就好，那我就放心啦。你是我的黑骑士，对不对？主页在哪里？榜二就是我的主页，榜二就是我的主页。你别看啊，你又不是那种人，我说了，只有装那啥的那种人才去看我的主页。知道不？我的主页个性签名就是专门针对那些人的。之前我还没有这么那个哈，但一旦直播间出现的那种人，我就很想对他说那句话。但没有办法，瑶瑶是一个很敬业的人啊，对我的工作不利的言论我是不会讲的。所以移步到我的主页自己去看，好不？咋没丝？咋没？那你说咋没？因为天气太热了。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，我们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、新粉宝贝们，左上方点点关注。今天瑶瑶给各位新粉准备了一些福利啊，我们直播间呢，这个面对新粉、老粉都会有福利，所有的新粉宝贝们今天在直播间是可以领取到车模一个的。怎么领？有没有想要知道的？你们想要知道怎么领的？我们直播间免费领啊，也不需要你到店，因为我们是线上顺丰包邮，不需要到店。然后试驾的话，看您个人的需求，不试驾我们也是可以领到礼品的，好吧？这个怎么领？告诉大家哈，右下角的有一个小风车，有看到吗？在这个位置，你屏幕的这个位置哈，有一个小风车，点击进去，点击进去，然后向下滑，留下您的信息，授权了之后点击提交，提交成功再返回我们的直播间，然后点开头像，再点一下，关注旁边有一个某思某信，看到了不？某思某信一下您的收件信息给我哈。所有提交了小风车的新粉朋友们，你们又来找我领过福利的，今天所有新粉都可以领哈，一定要主动来某私某信，主动来找我，你主动我们才有故事，懂没？你不主动来私信我，我是不知道把这个礼品给你发到哪去的，懂不？朋友们，我们这是顺丰包邮的啊，下播之后我会去一一登记进行发货。我想一下什么时候发哈，明天是周五，在下周的时候。啊，也可能是明天，也可能是下周，好吧，很快就给大家发出了。什么福利？我们直播间的福利就是留小风车给大家送出极客周边礼品，有这个车模，有极客的背包，还有极客的水杯，我们是随机发货的啊，随机发货的，就你可能拿到的是车模，也可能是水杯，也可能是背包，我们那个礼品要么比较实用，要么比较有意义，懂吗？造价都是很高的啊，在极物商城可以买得到的，又没中。有1米7吗？你说我有没有1米7？我有一米七，我有一米七，我不止1米7啊，应该看得出来吧？应该看得出来吧？这腿长在这摆着呢，起码得有1米8的腿长。那我净身高还没有1米7吗？我不说，我不说，挺傻的，挺傻的。车模啊，车模。模型的模也不是那个车衣的那个车模，懂吧？车模就是我手中拿的这个，我给大家都拿出来了，你还问我是什么东西啊？睁大你的小眼睛看一看，好不好？我看看谁的小眼睛还没有看老师，就是这个东西啊，1:64的车模，有人说太小了，那1:64你想让它大到哪去呀、啊？是不是我们也不可能送1:1的车模呀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我们的车模啊。看主播来的清风哥，谢谢你的这个热情啊，谢谢你的支持。那你可不可以给瑶瑶卡一个灯牌呢？你既然叫我主播，说明你估计还不知道我叫啥名字啊。我叫瑶瑶，王字旁的瑶。如果你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，或者你记不住，没关系，点个关注，卡一个灯牌。我们的灯牌就是瑶瑶的名字，好吧？可以卡一个灯牌。啊，经常来我直播间看一看，你的灯牌等级是会增加的。所有这个到达10级粉丝团等级的，瑶瑶给大家赠送一份我亲手准备的礼品，不是极客的礼品啊，是我自掏腰包给大家送礼品，好吧？粉丝团10级，粉丝团十级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, 这个体重冠军，你闺蜜也叫瑶瑶，应该有很多长得漂亮且可爱的女孩都叫瑶瑶。对吧？反正我身边哈，我认识的名字里面带"瑶"字的，长得都挺漂亮的。你们身边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夸了别人也夸自己。欢迎各位啊，欢迎各位。10级你都不要了，因为你没有机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10级很快的，你看我的灯牌就已经10级了，很快的。
欢迎各位来到。